乱发表情包可能涉嫌违法。嚯，啥？发表情包违法吗？啊，你们说这些啊违法吗？其实是违法的。根据民法典第1019条明确规定了，任何人不得以丑化、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，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不得制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。当然，也不是说啊都不能用了啊，不能动图，这生活里缺少多少乐趣啊！像啊很多平台上下载的这种授权的表情包啊，有的是收费的，有的是免费的，这种是不违法的。但是啊，你要是看某人不顺眼，偷拍了他几张丑照，然后做成表情包到处去发，还形成一定的潮流，弄得满网都是，那肯定是违法的。不光侵犯了肖像权啊，还可能侵犯了名誉权。但是啊，你像侯律师这种啊，授权给你们的，那是不违法的，否则呢，应当依法向对方啊赔礼道歉，并赔偿损失。哎，最近呢，这个表情包实在是枯竭。哎，你们有啥好玩的表情包吗？合法的，哎，可以发。